霹雳公演之万界惊涛，四江流寇来，何以我见着敌子，内心恻意万分。敌子，你不是。文字古一番，风铃继续。这种佛教，宛如如来不易，一点灵光，他顿时心领神会。这龙鳞红云的真因修果，三国本源记载必死，无人不服。龙鳞行我心意不坚，以是为何虎门相依，答应如多提议，但我发现问题却为时已晚。现在只能交望你以还天，另为虎门人手组织接来之后，最后这里家要还天债，要我修行和盖树高回流。如都必须得了以永辉贯通四高之合，要阻止就必须修我出四高至亲回流之笔。如何修我？修行不必修，只要识路条。永世一枝休，一文二情，就做菊花树一千，文江树风，国文和盖树头之交。我个万金，五龙千重。五虎别林，亚红一九，虎踢球，哦，这九成的虎踢能将数学行为，他身修火力充沛，主头生命。再无多阳出骨，天风动影，东平当凶。哦，第一阵，速强入阵。